维系，对上洛卡拉。啊，小兽人，回奥格玛去吧，纳鲁的碎片交给我们处理。好让你用来杀更多双狼族人吗？哎，你休想。联盟会找回纳鲁，然后阻止卡扎克斯跟普瑞斯托，不需要你们的帮忙。没错，但是做这件事的不是联盟，而是部落，我们才不会相信你们。不要紧张，你最好招子放亮点，我们会阻止你夺走碎片。哈，那祝你们好运。不要紧张，邪精灵，你跟卡扎克斯是一伙的，是我的话就会再把你关起来。我其实是个好人。轻点，他们可是会咬人的。这是你跟我之间的决斗，兽人对抗人类，我的道路再清楚不过了。真有趣，我一直都很清楚我的道路。小恐龙乖乖，他们生气喽。我以前会说，我为联盟和家人而战，但现在我失去所有家人了。我懂你的感觉。
在你陪我玩，我不玩。满于树根，纠缠你无魂。这是什么？这是思考的框架。简直是浪费。你这个就这嘛，烈火大风。我必须躲起来，确保我的自由。在宗昭中成圣，熟能生巧。
我面前站吧。怎么可能？